位于八卦山下社头月眉池刘氏古厝，门前有个弯月形的水池，池水终年不绝，很是神奇。建于嘉庆年间的古厝共有420间厢房，占地超过23000平方公尺，是当时著名的豪门大户。厝内有超过10道护龙，在台湾建筑中非常少见，是很特别的北斗七南斗六，就是北边有7道护龙，南边有6道护龙。护龙是指在正屋山墙外再建一座面向正屋的房舍，也因为他们的古厝有这样的建筑特殊性和惊人气势，所以被列为官方审定的历史建筑